今天呢，我们用这个脚卡来拉着我的闺女挑战这一个坡度，这个坡度还是非常陡的。然后我闺女的重量呢，大概在30斤，是不是伊娜？好，你现在到吃饭面来，我们看她能不能把你。现在我们来启动机器，双闸打开。OK， 坐好，我要出发了，快，坐好，坐好哈。哦，没事。可以看到，非常的轻松，毫无压力。哇，不会翻了哈，厉害了，跟妈妈笑一下了。